讲那个比例一样，什么就一样，高度就一样，对不对？距离就一样。那如果高度一样，什么就会一样，比例就会一样，它刚好相对的，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继续我们昨天的那个，来第九页，进来，看第九页。哎，对，好，来，我们昨天第九页，来看到第九页了吗？你们有爬过楼梯吗？没有。乱讲。你那个楼梯大概都，我们学校的楼梯大概几阶啊？大概几阶？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如果是那个行政中南那边，大概几阶而已就可以上来。大概四阶啊，四五阶，大概五阶四阶嘛哈。如果是五阶的话，代表你要上几阶就可以爬到最高的地方。哎、欸，你能不能一脚就踩到上面去啊？可以吗？真的吗？就是你可以在那个行政中南的最下面，然后一脚就踩上去了吗？这么厉害吗？可以直接，我说从最低的地方直接踩到最上面呢。好，如果没办法，基本上我们都会一阶一阶踩，对不对？那一阶，好。那你一阶一阶踩，就是一二三四五，好，那就到最上面了嘛，对不对？这是我们那个的平台，对不对？不对，我画这样是错的，我这样错在哪里？我刚刚说几阶？五阶啊，结果我画几阶？我画几阶？好几阶啊，可以数得出来啊，几阶？这个是地面。我画几阶而已，一二三四而已，对不对？啊，可是我们刚刚说五阶，对不对？所以我就画错了，对不对？画错了我就全部擦掉，不用全部擦掉了，就再加一阶这样。好，五阶，如果是五阶的话，所以五阶的话，我就是走楼梯。如果我们那个优雅一点走，优雅一点走，我们就会一阶一阶走，对不对？所以我人走到这里，我人从这里走，我走几阶就可以走到最上面。我要走几次？如果我很优雅的走，我走几次？我就走一、二、三、四、五，就走到上面了，对不对？可是通常我们不会那么优雅，通常我们会怎么做？通常我们会用爬的哟，爬的那个非常不优雅，那是好。通常我们不会那么优雅了，通常我们会一次走几阶？通常会一次走两阶，所以我可能一次就走到这里了，然后下一次，再走两阶啊，最后一次，或者是说剩三阶的时候，我就直接跳，然后就跳三阶的这样。老师，有人可以从第一阶爬到第四阶啊？对，尤其是如果你下来的时候，更有可能会这样，对不对？哎，你会直接跳下来，对不对？了解我在讲什么哈？或者像我家的小朋友就很喜欢了，现在已经高一了还很喜欢，就是楼梯，我们的楼梯可能大概有，因为我们上楼大概那个楼梯不会只有五阶，你大概感觉一下大概有几阶，楼梯，我们通常都会楼梯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一个平台，对不对？然后再转上去，对不对？哦，你休困一下，这个起你对不？你怎样来共享啊？像我们也是一样，怎样来共享啊？所以。那如果这个是第一个平台，请问一下，它这个到这个大概有几阶，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没数过了，八阶，对不对？可能八阶或十阶啊。如果是十阶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再一次。啊，可以啊。所以我刚刚一阶太大了，我们小一点，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不对？这样时间，我们家来的高一的学生哦，现在已经读高一了。他下楼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下楼你刚开始他会一阶一阶慢慢走，然后大概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怎样的呢？他就会蹦下来，然后我下面就会被他吵到了这样，然后我就会骂他，没有，没有，我没有骂他，就是他通常大概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想要跳下来这样，因为大概就是已经接近终点了嘛。所以他大概走到一半的地方，他就会直接想要跳下来，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你看哦，我这边总共有几阶？同学，我这边总共有几阶？五阶。啊，这里有几阶？十阶，对不对？请问一下，我这里走到这里的时候，我走到第二阶的时候，那边要走到哪一阶，跟我的高度会一样？这边总共五阶，对不对？这边总共十阶，对不对？那左边这边走到第二阶的时候，那一边要走到第几阶才会跟它高度一样？第几阶？啊？猜猜看，这一个我把它走完要花五阶，对不对？这一个我要把它高度走完，我要花掉十阶，我要走十次，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如果我这边走到第二阶的时候，那一边走到第二阶有没有用？高度还不够，对不对？要走到哪里才够？第四阶。所以这边的第四阶相当于是这边的第二阶，高度一样，对不对？这个我们在数学上讲是这样子讲，这一个是不是走两阶？对不对？这里走几阶？这里走两阶，剩下三阶走完，对不对？那在这边呢？在这边它走几阶？走四阶，这边走剩下几阶走完？在数学上我们叫做三阶二阶的高度比刚好会等于六阶四阶的高度比，相等的是等在哪里呢？我们走的高度，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比例一样，比例一样，高度就会一样。所以我走三阶的时候跟你走六阶的高度一样，我走两阶的时候跟你走四阶的高度一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然后如果我把五阶都走完了，那你就把十阶都走完了，所以他们的关系刚好是什么呢？我要走的阶数是你的几倍？两倍。来，把这整个图画在哪里呢？第八页的空白处，来画一遍，很重要，整个图画一遍哦。你想要我的共享 Hello， 你想要我的共享，尽量画好一点，慢慢画，把它画清楚。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左右两边你各走各的。嘿，你没有书本吗？抽屉有，所以你这礼拜只来这一天吗？好，来抽屉那边还有一本要留给你的。哎，这里总共有五阶，所以你要画五格，对不对？五阶就是有五格嘛，你要走五次才会到最上面。那你这边的话，你就要走十次才可以到最上面。这样，第八页。所以我走在比例一样的地方，它的高度就会一样。数学上来讲，就是用这个表现它们在相同的高度，用比例关系来表现左右两边走在相同的高度上。这样，这个是什么形状你知道吗？梯形。对，那梯形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这一个跟这一个是什么关系？平行。那平行代表什么呢？平行就保证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平行没有保证长度一样，平行是保证什么？距离一样。讲得非常好，把它写上去哦。这两个你就自己用很重要的线把它画好，它们两个平行，所以就距离一样，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在距离一样的情况之下去讨论左右两边如果比例一样它就一样高，这个是先决条件哦。好好的把它画好，然后很重要的地方，相等是等在高度。我们用比来表现高度一样，用比例的方式来表现高度一样，可它明明走的阶数不同，对不对？走的阶数不同，
啊，为什么阶数不同，它仍然可以一样高呢？因为它这边的一阶相当于这边要走两阶，对不对？所以它们关系是两倍关系。好，所以如果你试看看呢，如果现在，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来这边是一样高哦，这是一样高，然后平行，我画平行，然后我告诉你这一条的长度是九，这一条的长度是六，然后我告诉你这一条的长度是十二，你可以帮我算出这一条的长度吗？我已经告诉你它平行了，所以平行比例就一样，对不对？平行比例就一样，再加上这个的高度又一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走到这里的高度跟你走到这里的高度比例会一样，对不对？那比例不一样，你会不会模仿刚刚的写法，把左右两边的比例把它写下来呢？大胆一点，左边那个模仿看看，写看看。如果说这条的长度是九，这条长度要六，这条长度是十二，这条长度不知道，那你可不可以写出一个比例式出来？试看看。大胆一点，不行，一定要练习写，就像这样子写，就像这样子写，一定要练习写。你看嘛，你看这边是不是两阶、三阶，对不对？所以我就好，先讲三阶，再讲两阶，那我就三比二，对不对？然后这边呢，就对着三比二，三比二对过来，这边就会是什么呢？六比四，对不对？所以它就对着的，你看嘛，三二五，三二五从哪里来？三阶、两阶，全部走五阶，这是左边，对不对？那右边呢，也要走到相同的高度嘛。那右边怎么走的呢？你走两，你走三阶的时候，我就要走六阶，对不对？所以我就要写六跟你对应，对不对？你写三，我就要写六；你写二，我就要写四；你写五，我就要写十。那懂吗？试看看。这边写写看，一样的东西，写写看，写出来了就把它算出来，把空格算出来，很棒，来把空格算出来试看看哦，图画的很漂亮，很棒，好，试着算算来，你们的图都画的很棒，很赞，你跟得很好。没关系，很棒，你就缺的工具，对不对？所以画不好。我跟你讲，很简单，这个就是尺。好，没有带工具可以用，任何东西可以当尺用。写的很好，继续。大胆一点。哎，你一定要练习下笔，你的图画好漂亮。来，你们一定要试着自己下笔来。我们在讲比例的时候，你记住，就比例在讲倍数关系，所以我们在讲伸缩嘛，对不对？伸缩在讲比例关系，所以它就不会是加减法，因为加减法讲的是我把它并起来，可是并起来不见得会两倍，对不对？就那个倍数不见得会一样，就是除非我一杯这个再加一杯一模一样的才会两倍嘛，可是如果一杯这个再加它的半倍，我就叫一杯半，对不对？所以比例关系它强调的是它比例关系的相等讲的是倍数相等，它不是加减法的等，所以不可以这样算。啊，你这个不要擦掉，你这个留着，在旁边打个叉叉，旁边再算一次。好，写法对，答案错。你的写法写得很好，继续，你还没写，来黑板上那个你一定要试着写，一定要自己写，因为跟左边一样，写法对，但是答案没有写对，但是已经很厉害了，
要对好。等一下，没有，你不用擦掉。来，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不小心写错的话，你再借我一下。他直接写那个9:6:15，你知道他写9:6:15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吗？代表的是左边还是右边呢？左边嘛，哈，所以他是先写他走这一段走了九，对不对？然后再来写他走了这一段，对不对？所以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已经下到这里来了，对不对？好，走了九，稻城的高度下降了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再走六，他就下降到底边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总共下降了这么多，对不对？可以哦。那接下来等于等是等在高度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左边看完了，接下来就要看右边哦。那看右边的时候，刚刚这边下降的时候降到这个高度，所以你右边是不是也一样要从这里降下来，对不对？换句话说，刚刚这边要走九才可以降到这里来，这里要写多少才可以降到这里来呢？这里要走比较远，对不对？因为你看等嘛，它一样要降到相同的高度，所以这个要走12，这个要走6，高度一样，所以这里写12，对不对？再来哦，再来，他们一起在这里的哦，一起在这里的，然后这个再走6，那另外这个要走多少呢？我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就写不知道。然后呢，最后这个呢，你猜猜看，这个要写什么？15+X， 来把它写上去。啊你，我跟你讲，哎，等一下，等一下，再一次，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同学写的是这样，他很大胆的把它写上来了。我觉得你就是养成好习惯，对错无所谓。他写这样对不对？他写错了对不对？请你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只要在旁边小小的写个叉就好。然后在它的下面写上正确的，所以我就在它的下面写上正确的12X， 然后12+X， 这一个不用涂掉，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你刚刚很认真写出来的东西，小小的打个叉就好了，告诉自己它是错的就好，好，养成习惯了，我们不用不需要，因为修正带一个要70块，下一个多少钱？修正带。光易换袋就40块了，对不对？40块就可以买一份早餐了呢，对不对？就一份还不错的早餐了。啊？来，写好了吗？写好了之后的想法就很简单了。接下来就是只要来，请问一下，从这里，哎，我昨天有跟你们讲过，比例就是在看什么？比例一样就代表什么一样？高一样。啊，比例一样，它的算法是用乘除法还是加减法？乘除法，对。那乘除法讲的是几倍关系，对不对？既然是几倍关系，你就看看，哎，我下来要几倍才下得来呢？因为九是对十二嘛，从这里到这里，我是你的几倍呢？倍数通通都会一样，了解意思吗？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九到十二是几倍呢？九要变十二。九要变十二怎么变呢？我跟你讲，很简单，九先变一，就是对它九分，对不对？九分就变一嘛，很简单嘛。九个人分九样东西，每个人就拿一个嘛，对不对？九变一就是把它九分，变一熊肝丹嘛，九变一，对不对？九分，啊一怎么变十二？太简单了，再把它怎么样就好，乘以十二就好。所以换句话说，从九要用乘除法到十二。我只要先九分再十二倍，就叫做9/12。换句话说，这个我要写多少呢？乘以9/12，来把它写上去，包含这个图形哦。慢慢写，这个要很慢。然后，请你自己把 x 算出来。有没有哪里不太懂？可以，好。
把那个从九到十二那个乘除法变的过程，记住哦，不是加减法哦，你只要写笔，数学上的笔，数学上的笔，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两个比赛的时候那个笔数了哈。如果是那个笔数是加减法的，就是我们你们那个期末的时候，你们那个班级杯球赛是比什么？篮球，篮球的是球数比，对不对？它是一颗一颗加的，那最后比数最后是你们赢吗？是吗？冠军是谁啊？我只知道八三垫底，你们是冠军吗？哎、啊，你们最后一场比赛是几比几？还记得吗？啊？就是冠，应该最后会有个冠亚军比赛吧？啊，砸波怕砸波。为什么会砸波嘎砸波？好啊，最后一场的比赛比数还记得吗？最后一场不是应该冠亚军吗？啊，你们是轮流赛，没有冠亚军赛哈。哇，不要吹嘘，我们班那个比内讧。啊，你敢给内讧哟？因为都是你们最厉害了哈，所以最后是男生跟女生对战，是这样吗？男女本来就混了，然后最后一场是你们班跟你们班的在对战就对了。好，最后再跟老师比啊，跟老师比，老师也有组一个队伍跟你们比吗？有啊，最后是老师赢还是你们？老师啊，老师我老师真的吗？注定的，而且还是要抢注定的，几比几还记得吗？几比几？啊？几比几？四比八，十四比八，十四比八。所以十四是老师那一组喽。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球场上的比数，它是一颗一颗加上去的，对不对？哎，不是一颗一颗了。篮球比赛应该要么就加两分，要么就加三分。有加一分的吗？都没有，就最少两分。他罚球的那个呢？也是两分吗？就是因为人家犯规啊，他就会被罚球，有没有？那个是两分，也是两分。好，所以这个四，这个十四基本上，请问一下，这个十四要么就两分，两分加，要么就有可能会有三分，对不对？如果有三分，一定有几个三分？他绝对里面不可能会出现一个三分球。如果要有三分球，一定至少要有两个三分球，因为这里是几分？十四分。如果这里面有一颗三分球，它加起来的分数绝对不可能是十四。如果这里面有一颗三分球，如果这里面有三分球，要么就两颗，要么就四颗，要么就六颗，绝对不可能只有一颗。掌握了共享吗？因为你是两分两分加嘛，你只要加了一个三分球，它就会变奇数了哦，它就不可能是十四哦。所以我猜测应该不太可能老师可以投出两次三分球，所以这一个十四分应该都是两分两分加起来的，光看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哦。然后这个八分呢，这个八分呢，如果你们够厉害，学生够厉害，就是有可能是三分三分，然后一个两分，可是通常这种机会很低啊。真的是这样吗？你三分，那还有一个三分是谁？你两次三分哦，哦，好，所以太厉害了，太厉害！你连投了两颗三分球，哇，真的是太厉害！你应该多投几颗。两颗球我敢拿。谁的呀？你看啊，你只要投四颗，你们就跟他平手了呢，对不对？四颗就十二分了，十二分再加上你的两分就十四分，跟他们就平手了。好，所以你发现这个十四比八，他还是讲比。可是，在球场上的比数讲的是加法，不断的加上去的。哎，球场上有扣分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它是被分数不断的被加上去的，所以它是在做加法。这是球场上的比，但是我们讲的比例，我们讲的比例，这个是比数。来，你们把它写在重点的地方好不好？比数讲的是加减法。一定要写来，比数是加减法。那呢，球场上那公比数啊，几比几啊，那很熟悉的这个比数是加减法，但是比例是乘除法。
一定要写哦，笔数是加减法，比例是乘除法，很重要，你一定要打星星，要标重点。然后把这个算出来，有没有人算出来？有人算出来了吗？把那个 x 算出来，来把 x 算出来。你写得很好，来，笔数是加减法，没关系，我跟你讲，不会写你可以用注音，不要紧，我写好你，来，因为这个数不好写了。这个数真的不好写，笔数是加减法。好，然后比例这个字也不好写，我知道，所以我很多时候都用打字的，打打打打字到后来就会国字就不大会写，因为打字比较快。比例是乘除法。国字真的不太好写，所以学一下英文。不过这两个英文也有点长呢。这个是 multiply， 这个是 divide， 所以它还是有点长。全世界最容易学的语言应该是英文了。哎，老师啊，我们是因为我们熟悉它的。如果相较而言，我喜欢数学，我也喜欢英文呢。好，这个你都不喜欢哦。好，每个人都会有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这正常。好，不行哎，这个就是游戏规则。这个像你们比赛的时候也有规则，你不能说我说了算了，你说了算，没有人要跟你玩，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会等于多少呢？从六变过来，对不对？从六变过来，所以就六缩放几倍呢？9/12倍，就这样写上去。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呢？15从上面放大了9/12倍，就会知道这一条的长度。所以这一条的长度是15放大了9/12倍，因为这一条的长度是这一条的9/12倍，可以吗？再来哦。我问你个问题哦，这个是梯形嘛，对不对？这是梯形，我哪个颠管哦？我哪个好画嘞？就会变什么？三角形，对不对？也当看嘛，对吧？怎样来讲啥？因为关多赶快嘛，对不？关多赶快，我是不是当把这个楼梯给刷过来就好？怎样讲啥？啊，我哪个刷过来就会变这个样子，对不对？我把这个刷过来，可以吗？啊，我把刷过来，这一个就跑过来这里了，对不对？那么。这一条爬的高度跟这一条爬的高度跟刚刚的梯形的高度有没有一样？我只不过是把这个楼梯给搬过来了，对不？知道讲啥哦？所以我把这个搬过来的时候，我这行的宽度和我这行的宽度和这是同款的嘛？对不？不可能不同款，对不？所以三角形的这两个高度是一样的，都爬多高呢？都爬这两个平行的高度那么高，对不对？所以那个高度有多高呢？这个三角形的高你会从哪里画呢？那个梯形的高就是那个平行的距离，对不对？就是这个平行的距离，对不对？啊，这个平行的距离我们可以随便画，就是画在这里也可以，画在这里也可以，对不对？啥跟我讲？啊，哪这个三角形呢？你的宽度、你的位置都会，你家己算过来对不？上宽的里头，上宽的里头位，上宽的里家对不？啊，你把这个给刷过来，所以上宽的变成这点，对吧？所以三角形的高度会从这里，通常会从这里画。可是呢，我画这里跟画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哦。这两个会怎样？一样。来，把这个图画一下。所以我就可以
刚刚我们在梯形所做的结果，我可以把它全部换到三角形来用。梯形怎么算？三角形就怎么算？因为高度同款，我只不过是把顶管迄个给连过来了，把梯子搬过来安尼了。所以梯形的高度就是三角形的高度。但拄啊，迄个梯形左右两边比例一样，高度就一样，对不对？我甲换这三角形的形嘛，同款。三角形的两边宽度同款，所以这两边只要比例一样，高度就一样。啊，哪是安呢？我就可以叫你算算看。这是一个三角形，所以这一个波走上去的高度会跟这个波走上去的高度会一样。然后如果我告诉你这里一样高，这个是重点哦，这里一样高，一样高就是说这一条跟它平行的。然后我告诉你这一条的长度20，这一条的长度是你想要多少？这条如果20的话，这条多少比较合理？这个如果20，对不对？啊，这应该我这较合理啊。不可能。袂当袂讲，想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可能30？你知道吗？这个较长对不？这个较短对不？所以你讲的数字应该比20还要小才合理。九讲得好，好。然后呢，这一条很明显比它短一点点，对不对？啊，这一条也会比它短一点点，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这一条你会讲多长？二的胸夸张，因为想到我讲夸张，你敢知影？因为这条长度和这条袂讲差介济啊。你知影讲啥吼？无差很多，你甲讲到二，你跟伊的二是它，二要四倍才是它呢，对，二四得八嘛，啊，它是九呢，所以二力的胸差胸这样，所以这条你会猜多少？大概六。好，啊，如果这条是六，请你把这条算出来。如果它是一样高，也就是它是平行。来，这两条是平行关系，没有一样高，我没办法算。来，请把这个图画一画，然后把它算一下，一样列出来，试看看。图形可以不用画，还是画一下好了。它一样高，所以它爬九的高度跟你爬六的高度会一样高。走到这里之后呢，它再爬20就会到达山顶。那我到底要爬多少才会到达山顶呢？一个八里站吧，它再爬20就可以到。那我要爬多少才可以到？这样，来把那个比例关系写出来。你一定要练习写，一定要自己下笔。那个自己下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啊。错无所谓，错很好，错的那个，你为了要紧。我跟你讲，你这支会当啥来用？他可以拿来画直线呐、啊，咱阿公讲哈，啊，你练习看看，你练习看看，我，哎、欸，这个是这样的哈、啊，这个走这个走九对不对？对啊。我来写九对吧？对啊。啊，接下来我是不是走六？所以就写六对不对？啊，接下来我走完九，再走完六，我总共走15，所以这边就写15对不对？好，啊，当我这边走到九的时候，那一边要走多长？这里要走多少？你加下我者，12。所以我行安内是，你行安内对不？嗯。他是讲我这上面代表这一边，对不对？对。那下面代表这一边，对不对？啊，我这边走九的时候，你那边走12，对不对？所以12就写在九的下面。有看懂吗？好，所以一样的道理，你把它写写看好不好？写写看。所以左边我如果写20:9，下面请你自己写哦，空格自己填。因为我只是要算这一段，所以其实你后面要写也没有关系，不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目标是要算它，目标是要算它而已，对不对？所以我才会后面没有写。我看我的目标在哪里，我不用那么勤劳嘛，会当偷懒的尽量偷懒了呢。要知道偷懒的方法。
来，不可以趴着，搁台前。你下里都有氧。他写得很好，不是写好就可以睡觉 ？OK， 这是习惯，就是上课不可以趴着。好，他这一次就真的写了呢，我觉得这个很棒。不行，就是他本来都不愿意写，就是就觉得自己没办法办到。其实那个数字都在那里，你就乱凑猜一下也没关系。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有时候不小心猜就被你猜对了。啊，你只要愿意试看看，你就会有机会对。所以不行，来，所以这边往下走二十的时候呢，到达这个高度，这边要走多少呢？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当他走到这里的时候呢，还剩下九就会走完，还剩下九，啊，所以当这边写九的时候呢，我们在一样的高度的时候呢，我还要走六，所以这边相同的话走六，这样。那接下来就是我怎么把 x 算出来呢？我利用我在讲比例关系，对不对？我在讲比例关系，所以在讲倍数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知道到底几倍。先九分变一，对不对？一哦，一之后要怎么变六？再乘以六，对不对？所以九要变六，我们再讲几倍，讲几倍。所以你先把它九分变一，对不对？九个人分九个东西，所以每个人拿一个嘛，对不对？所以九分先变一，所以九分是多少，对不对？那你要变六啊，所以就六倍，所以就九分之六。那这个也一样啊，对不对？这个也一样，所以这个空格要填多少呢？就二十放大，啊，不是啊，欸，这个是放大还是缩小啊？九分之六是变大还是变小？九分之后你只有拿多少而已？九分之后是不是有九块？啊，你拿多少回来？六个而已，对不对？所以是变少了，对不对？因为你九分就会变九个嘛，对不对？啊，你在拿的时候，你拿的时候跟他拿六个嘛，对吧？所以变小了，所以这个叫做缩小，九分之六，写这样就好。接下来呢，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一页。直接跳到第十一页的第九题，来直接写第九题。这个奇怪了，你先把题目看完哦。十一页的第九题，我们不是说比例一样就会一样高吗？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个会失败？厉害！什么东西地方不一样？什么东西一定要一样，它才有机会比例一样、高度一样？它失败在哪里？高度的问题，哪个高度的问题？就是，那我跟你讲，比例一样，高度就一样嘛。可是这个很明显不是嘛？他明明已经跟我讲这个一比一了，然后另外那一个是蓝色的。这个的蓝色呢，它也一比一，这个是一样长，这个也是一样长，所以我用一比一来表现它们两个相等，可以吗？啊，奇怪嘞，这样画完之后，我这边一比一，这边也一比一，比例一样，为什么维起来说要出？对不对？不是不要话，不你家一个维一个，我谈到凊彩维两嘛，对不？你这个一比一，啊，这个嘛一比一啊。啊，像那两块伊无平行。啊，因为这较长啊，伊较短啊。诶，就算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看了。啊，那 B 等的杯啊。B 等的杯吗？等一下，不要乱讲话哦。诶，B 等，好，来，我们来 B 等。B 等了哦，好，我让它一样长了。好，然后我这边也让它一样长了，一样长喽，一样长之后把它连连看了哈。哎，不是，连错了，
下，这个要连这里，对不对？一半的要连一半的，对不对？最下面要连最下面，对不对？赶快出出。背的嘛，没路用。失败在哪里？失败在高度，哪里的高度？必须要维持哪里的高度，它才有可能比例一样。啊，上面那一条。上面那一条怎样？上面这一条跟下面这一条要高度一样，厉害！来，请你们把它写上去。它失败在这里，来，请你把写上面跟下面高度要一样。你就跟我一样，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是画图就可以了。你就把上面圈起来，下面圈起来，然后中间写了一个高度没有一样，高度要一样，对不起，高度要一样，再加上比例一样，它才会平行。所以它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电管下卡它没有平行，你关多不赶快，就是没有平行了。好，你要自己下哦，我讲的语词会不断的变，但是我讲的都是相同的东西，你要练习自己写。就是你要练习，慢慢的，你可以写出自己属于自己的想法的东西，而不是必须要照着我的字这样。你若真正知，你就当家己写。好，所以我们把结论那边写一写来。小结论，第一小的平行线就是什么呢？什么是平行线？距离一样的线，来写上去，距离一样。距离一样的两条直线，距离一样的两条直线，哎，跟好，哎，对，这里距离一样的两条直线，距离怎么写呢？距离马上换线，距离距离一样，距离一样的两条直线，那个样也很难写。但是那个一很好写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学过英文的话，一样我们可以用哪一个英文来代表？你看了刚这个我就写几画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画。英文是哪一个字？一样就是哪一个字？相同，相同嘛，对不对 ？Same。一二三四，写四次就结束。刚刚我要写十六号，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英文嘛，对不对？好，好。然后呢，那个平行线可以把不同的长度线段分割成什么呢？把不同长度的线段分割成怎样？平行线呢？平行线就是一样高，对不对？一样高就可以把它切成比例一样，来写上去，比例一样。平行线的是一样高，那一样高就可以把长度不一样的线段，长度不一样的线段分割成比例相同。好，先下课休息。